这里有死人，是干尸。这些是城主的士兵啊。那这么说，这些士兵就是保卫这座地下宫殿的呀、啊？这句话倒是好消息，既然士兵把守，就一定有宫殿，有宫殿，就离我要的地方不远了。开始拍了啊！你小心点啊！我们来到了一座北楼，下去看看。 前面呢是一个大坑，是池塘。看两边兽头的设计，应该是池塘。哦，池塘。啊，他在这个池塘里呢，站着这些百年的守卫这座地下宫殿的士兵。下面有可能有机关，你们都小心一点啊。 现在让我们离近来看一看，这些士兵身上到底藏着一些什么秘密？不要动！哎呀，我说你小姑娘，这么多干尸，你在这多不好啊！